外界关注中国领导人是否接种了新冠疫苗，那请问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吗？谢谢。我可以非常在这里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，而且都是接种的中国国产疫苗。这个情况充分的显示了我国领导人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，对我国生产的新冠疫苗的高度信任。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，包括土耳其、塞尔维亚、柬埔寨、菲律宾、阿联酋、沙特、约旦、印尼、秘鲁、智利等等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带头接种了中国国产疫苗。这些情况都充分地说明了我国疫苗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。谢谢。